当地时间4月13日，乌克兰国家邮政晒出了一张乌总统泽连斯基手举纪念邮票的照片。该邮票以蛇岛上的乌克兰士兵对俄军大喊“俄罗斯军舰，去你的”为主题进行创作，已于12日正式发行，是戒严令下乌克兰邮政发行的第一套邮票。不过，这套乌官方发行、乌总统亲自带货、民众票选出的设计构图，竟是乌士兵对俄军舰竖中指，而画中主人公原型那位辱骂俄军的乌克兰士兵，骂完就成了俄军俘虏，换服后回到乌克兰又成了民族英雄。上个月，为庆祝乌克兰恢复使用蓝黄双色旗作为国旗30周年，乌克兰国家邮政发起了一场邮票设计征集大赛。活动要求是参选者要以蛇岛士兵辱骂俄军时说的“俄罗斯军舰，去你的”为主题进行创作。据英国卫报报道，投票结果于3月12日公布，艺术家鲍里斯·格罗创作的插图票数最高，被乌克兰国家邮政选为新邮票的设计。一个月后，乌克兰国家邮政脸书宣布，邮票已经印好，当地时间4月12日正式在乌克兰主要邮局和线上发售。13日，乌克兰国家邮政晒出了泽连斯基亲自推广该邮票的照片，称邮票不仅是为了支付邮资，更关乎国家地位、文化和艺术。我们只需要寄信就能传递这些。乌克兰国家邮政甚至将脸书封面都换成了这张邮票。邮票索引图案是一位乌克兰士兵对着俄罗斯军舰竖中指，信封上还直接写着“俄罗斯军舰，去你的”。这句火遍乌克兰的辱骂来自乌克兰先前公布的一段关于蛇岛的录音。录音中，俄罗斯军人称：“我是俄罗斯军舰上的人员，我建议放下武器投降，以避免流血和无谓的牺牲，否则你们将遭到打击。”对此，一名乌克兰士兵回答道：“俄罗斯军舰，去你的。”这件事后来还闹了个乌龙，泽连斯基称保卫蛇岛的乌克兰士兵集体阵亡，俄媒出来辟谣，最后乌克兰海军承认被牺牲的乌克兰士兵还活着，是被俄军俘虏了。而那位骂出“去你的”的乌克兰士兵 Roman Trebov 在俄乌双方被俘后回到了乌克兰切尔卡瑟的家中，成了乌克兰的民族英雄。乌克兰国防部3月29日证实 Trebov 获得了当地政府颁发的一枚奖章，所以此次邮票发行仪式也邀请了 Trebov。 乌克兰国家邮政4月12日称，没有 Trebov 就没有这套邮票。发售仪式当天，不少乌克兰民众前来购买邮票，人们还将 Trebov 团团围住索要签名。